大家早安，我是营养师 Ricky。 今年2020年呢，我出了一本新书叫《减糖快瘦外食全攻略》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呢，可以记得点击下方的链接。这一支影片呢，我就是来记录一下我为了这本新书可以给更多的人看到。一本好书呢，我已经花了很久的时间把它给制作出来，缺点呢就是把它曝光。出版社呢也非常的有心跟有爱，就是我们的三彩出版社，他帮我安排了非常多的通告，所以这一两个月呢，我会跑非常多的节目，还有广播电台，甚至是一些别人的 podcast 的内容。有机会呢，也希望可以跟其他 YouTube 合作。练一下签名的，因为在2020年的7月19号，在威风的记忆古屋，我会举办我自己的个人签书会。那为什么要练签名？就是因为在2019年，我虽然出了一本《减糖快瘦气炸锅》，当时的签名我觉得是书写体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但是爸爸跟我说，那个浅浅的感觉有点像小朋友。签名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。所以他就帮我稍微修正了一下，帮我的签名改的比较大气，然后不会这么毛躁了。这是我之前练的书写体的 Ricky， 当时签的很漂亮。没有啊，我当初就是签这个样子，真的很美样子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可以再自己加个日期嘛？你看，超好看的啊！他看到直接跟我吐槽说，这超像那个国小毕业生签名的，然后再打一个爱心，我就觉得很侮辱，根本签起来超像那种艺人在签的那种签名的。不然各位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之前的好还是现在的好？他说这个样子比较适合，比较像一个大人，所以我要开始练习了。我明天早上呢，就会买一支新的麦克笔，签出我的签名在书上，给各位创作者们、KOL、艺人朋友们，还有一些是老板们，很感谢他们肯为我promote我的书，所以我想送一本我的书给他们。我们刚刚在签名的过程当中想到一个问题，要加入日期，所以白白帮我设计一个新的签名，结合了昨天我的跟他的意见的总和，我蛮喜欢的。现在要刚开始下笔，觉得蛮紧张的，有这么多书要把它给签完。现在准备要去录 podcast， 去宣传我们的新书。昨天呢录完 podcast， 然后今天一大早要赶到健康2.0去录电视节目，晚一点呢我们要去录 Body Talk 的一个街访。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赶，最近通告真的非常的多，三彩出版社非常的给力，进阶版感谢他们。你以前真的曾经胖过吗？我从小到大差不多就长这样，还得把手臂稍微打直。准备要去健身，结束后呢，我们要去尝尝好食，准备录关于我的一个新书宣传。很多人想要尝试去减肥，可能减了3公斤，体脂降了20%。前面呢用了很多错误的方式吃了水煮菜。今天呢来到的是欢乐智多星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2-3年前我有上过这个节目，那我们只是站在后面，比如说12星座的其中有一个男生站在后面还蒙面，当时的我跟我是讲一句话，我就觉得超级紧张。现在我成为一个专家的身份，作者的身份，可以到节目来去打书，非常的荣幸，也很感谢制作单位给我这一个机会。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吧，这个经历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心酸，因为毕竟是真的这样一点一滴的慢慢努力起来。但是我很有自信，注音不会超简单，我是那种注音联想。不要骗人了啦！真的。李奇，跟你爸打招呼。嗨，好 Q， 我没有。嗨。欢迎收看《欢乐出行》，都是一家亲。啊！他前阵子推广了一个一周超商低糖饮食。哇！一周降20%哦。是他以前的样子。减糖外食快瘦攻略，如果你想要减脂成功，可以用减糖饮食，外食族都可以做到。比起
上一次签书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紧张。我有邀请过很多高雄的亲朋好友，还有在台北的好朋友，以及一些工作伙伴们，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兴奋。然后这次也有号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一起来到现场。如果你们有来，我很感恩。体脂狂降20%，减糖外食快手攻略，哇！这次是专属座位，现在有点很开心的感觉。之前呢是超级紧张，这次演讲也会是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呢我要必须讲到让我们听得下去，听得明白，受用。掌声欢迎 Ricky。NG 减肥法，我来稍微分析一下，这是大家比较需要的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式到底错在哪里。你就是把辣椒涂抹在身上，然后把保鲜膜给围在身体里，然后这样会燃烧脂肪。哦，当下我真的给他洗了，就一抹完烧烫伤。晚餐早点吃，没事不要吃，没事不要吃，东西集中吃，东西集中吃，猪排冻饭，我会蒸汤，然后蒸蛋，然后跟一个小菜跟腌萝卜。帮他喂个重点，好吃吗？好吃哦。成功！哇，真的很开心，这次来的真的蛮多人，大概87人，原本以为只有亲友20几个人左右，就来超多人的，这是我们的庆功宴的主题餐。高登白景熙，这是出版社说送给重要作者30周年的一瓶红酒，爸爸送我的花。我的新书是张瑞奇，张瑞奇的意思是我的茶花饮料。这边是锦溪，然后 Body Talk 的鲜奶，然后在这边放的是高蛋白的果酱，但吃起来比较不会有罪恶感。然后我们要准备用餐了，今天已经不想再继续拍下去，这样我们来休息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